没办法想象，万一我生出来是个女儿，她长得像黄果仁，看怎么办？一个灾难！你想想看，黄果仁如果扎两辫子，是不是恐怖？我知道像的话，还是很希望女儿长得像吗？我会祷告不要发生这些。那我结婚也14年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小孩，是生不出来吗？努努力就会生得出来。我没办法想象，万一我生出来是个女儿，她长得像黄果仁，看怎么办？一个灾难！你想想看，黄果仁如果扎两辫子，是不是恐怖？我知道像的话，还是很希望女儿长得像吗？我会祷告不要发生这些。我觉得我们两个自己都还是小孩，我担心有一天呢，我们俩会说，哎，小宝呢？小宝不是在那个里吗？我们把自己顾好，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负责任。我也传授一下十几年是怎么避孕的，用正常方法避孕。很多人生小孩都是因为意外，在我们身上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惊喜啊。如果万一有一天意外怀孕，那我们也会开心的生啊。